我们这次专题的主题名称是消逝优化系列，主要理念是在讲说，在这进步飞快的现代社会中，科技电子产品也不断的更新换代，从没几个人拿着手机到现在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机，生活越来越方便，有人那台小儿子几乎什么事都能做到，但人们的压力不减反增，且在手机上的时间持续增加，甚至还有了手机恐慌症，即人在失去手机通信的情况下表现出焦虑情绪。然后科技的出现进步本来是要成为人们的垫脚石，在不知不觉中它使人们浪费了许多时间，徒增了许多压力，变成了绊脚石。而你在沉迷于科技中时，是否有一些东西也跟着失去了呢？然后这张作品主要是在讲说，看见同学为了试图抒发，沉迷于手机游戏中，本想的是适当的纾解压力，但手机却在手上时间却越来越多，本末倒置，时间就这么逝去，这样。